气鼓鼓下，你为什么嘴里都这么难看？对不起，我只是想得一回第一名嘛，没想到。别说了，谁不想得第一呀？是呀，可是你不能用这种方法。科学家说过。行了，要不是你总笑话小胖，他能有今天吗？小胖，对不起。你们留下来陪我，就说明你们都是我的好朋友，我好感动，鼻子好酸。别，千万别激动，注意安全。小胖，忍住就不会有事儿的，我们都相信你。小美。小祖宗，心肝肉，你怎么样？你怎么样？小智，小智，我的小智还在里面。我没事，我们都没事。快，齐中少爷。有爸爸在这儿呢，大哈叔叔正在研制解药，很快就给你送来了。爸爸，我饿了，马上送饭。想吃什么？不行，他不能吃东西，他会打嗝，还会放屁。爸爸，我饿了，我半个小时都没吃东西了。小胖要忍住啊。我忍不住了，我饿得肚子咕咕叫了。别担心，现在还没叫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叫哦。报告老板，如果在肚子里面叫的话，气鼓鼓产生的动力可能会伤到少爷。什么？那快叫人送饭。叮叮，我要汉堡、牛排、烤全羊。不行，小胖要是再喷气，学校就完蛋了。一切损失我包赔。阿公，解药还要多久？至少还要半个小时。好了，马上送来。包叔叔太宠小胖了，得趁他不在搞定小胖，要不然啊，一会儿小胖再打嗝，我们就可以去月球玩了。小胖，你想不想睡觉呢？不想，我还有这么多好吃的等着我呢。要不然我要妈妈给他打一针。我不要打针。爸爸叫我呀。别叫嘛。不就让他睡觉吗？很简单啊。提问：559+317·26·449，再除以。喂，一群不爱学习的家伙！小胖怎么样了？嘘，睡着了。怎么能睡在这儿？马上把小胖的席梦思床送来，马上。包叔叔，小胖睡觉打不打呼噜？好，再见。原来不
不是地震，这个超能饮料可真厉害呀！嘿嘿，趁大家都跑去看热闹了，我正好去能源公司投一瓶来享受享受。是空中餐厅啊！餐厅那怎么没好吃的呢？厨师正在坐着呢。那厨师呢？厨师在厨房呢。那厨房在什么地方呀？厨房在我们楼下。小心！爸爸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别说这个了，赶快打个嗝放个屁都行，快啊。不行，没东西吃。天哪，那咳嗽呢？怎么出场咱就领盒饭了。爸爸，我实在咳不出来了。天，怎么办怎么办？爸爸，我怕。有爸爸在呢，快叫直升飞机来。对不起，您的电话不在服务区。抓住啊，千万别松手。爸爸，儿子、爸爸，我冷。老爸，解药啊。浩公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我刚才去了学校才知道您和小胖飞走了。冷，爸爸，我要打。小胖睡着了，暂时是安全的，可是什么？你看，气鼓鼓在他身上积攒了太多的动力，如果不及时释放，醒了之后不知道还会出什么事儿。那快让他释放啊，造成什么损失我负责。他要是还像刚才那样随便乱放，超市城都要给他毁掉了。是啊，老板，气鼓鼓本来是为了补充能源不足而发明的，是不可以滥用的。要将新能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，怎么能用于破坏呢？那你说怎么办？老板，你快回公司看看吧，能量泄露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能源公司的动力储存器砸坏了，如果不及时补充的话，超市城会全部瘫痪。真是我的能源。有了，老爸包叔叔，我有办法了。小胖加油！小胖加油！加油！行吧。老爸说了，要把新能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。超市城没动力了，小胖这儿多的是嘛。小胖加油！这好吃！哎呦，我的小祖宗，亏你睡得着，都怪你把气鼓鼓用在了不该用的地方，才惹出这么大麻烦。这下好了，小胖为超市城储存了10年都用不完的动力。只是老板，只是什么？能不能要几个防毒面具？